韩安冉婚礼最大的笑料是殷世恒给的，不仅真的去当了花童为韩安冉与丈夫送上戒指，还被各种视频起标题韩安冉前夫为两人送上婚戒，韩安冉前任老公殷世恒因伤心头发都懒得整理了，殷世恒到现场随礼386万，关键是恒子还调侃自己当花童很稳定很喜欢。Ha ha ha!